当我们把绳子往下拉的时候，大猩猩会上升。那正常来说，当我们放手的时候，大猩猩会回到原位。可是因为我们装了两片纸滑片，增加了许多摩擦力，就好像大猩猩的双手紧紧抓住绳子一样，所以只有脚会弹回去。这样一拉一放之间，大猩猩就会一直往上爬咯。